下边东瞅瞅，西看看，装作弯腰，把鞋垫一手提鞋，一手摸摸，顺手捡起那个钱。那时候我心里就好像麻木麻包啊，天心滚动到花竹叶，紧紧的举子折折弯，紧紧的举子折折弯。把它放到穷人的手，一边十十边百百边千千两万，赚的多了吃装钱，咋不叫人心喜欢？得哎哎心喜欢，得那个呀个呀个呀个心喜欢。扣你的工钱呢？哎呀，员外，这是为啥？为啥？
大年下的人乱哄哄的，你不看好大门员外，我要是破了财，我不能不扣你的工钱吧？啊，员外，哎，别喊员外，把大门上锁，二门上锁，不管什么人，一律不开。啊，员外，要是亲戚朋友来问好了，不开。街坊邻居拜年不见，要是有人来送礼了，不、哦，哎呀，那可是不能让他把东西拿走啊！啊，员外，是不是开开大门，让他们请进来？嗯，那哪能那么做呀？哎，你就不会让他把那东西顺到水道眼里递过来吗？啊，员外，那水道眼是狗走的地方，从狗走的地方递进来的东西，要是员外你吃了，你成个啥东西了啊？你胡说！你八道！快开大门去！只要有人把礼物送，我哪管那水都和狗都。
进门，他家竟将门儿关闭，真正是岂有此理。日落西山婴儿戏，葫芦皮乱被圈起，待我回去了吧。哦，公子且慢，请问你可是我家李姑老爷么？哎，你家乃是偌大的财主，岂能看得起我这落魄的亲戚吗？哎呀，公子息怒，公子息怒，是太老奴未曾看清，故而将门关闭，多有怠慢，还望姑老爷恕罪。哎呀呀，老员工，快快请起。啊，相公，你此时前来必有什么要事吧？这烦恼痛病，你就说李双喜前来拜见。哎呀，公子啊，我家员外一人吩咐下来，今日熬面，愿请亲友一律，可是不见呐。这公子可暂到廊下等候，稍时老母与你同病，你看如何？应老了。哦，请。咱全家
都统统乖乖的喝一点啊。老演员，冤我家四口人，你怎么端了五个酒杯呀？啊，员外，这是是啊，是不是你想喝一杯你？叫他也喝一杯吧。爹，叫他也喝一杯吧。装，就叫他喝一杯。说到那怀里，他就到了人死。给，喝一杯，喝了这个酒啊，可得好好给我看大门，给喝一杯，喝一杯，喝一杯。啊，员外。老奴怎敢贪吃员外你这一杯水酒，我是说你说啥，你今儿个喝了这杯酒也得给我看大门，你不喝这杯酒你还得给我看大门，你不喝呀我喝。哎呀，员外夫人啊，今日乃年终岁末，家家户户欢聚一堂，是多么的高兴。只是老奴想起来我那李姑老爷，他们母子二人在那家庙之中烧吃切穿借债无门，是多么的可怜呐、何不将他母子二人一同接来，过个团圆之年，也不忘结亲。这个该死的老东西，人家大小姐不爱听了，你偏要说呢。嗯，那好吧，既然你说出来了，等过把年了，我就叫你去把这门亲事开了。啊，员外，使不得员外，快看那边去。这个该死的老东西，他这一句话说的个全家都别别扭扭的啊！看酒也凉了不是、啊？泡儿，来，喝一杯。我不喝。哎呀，你尝尝嘛。不尝啊。先凉，先凉，我替你喝了。泡儿。哎，倒杯热了吧？那我不喝就是不喝嘛！哎、不喝拉倒，不喝拉倒啊！哎，小宝，你这一杯也凉了，爹也替你喝了啊！小宝，你儿，再倒杯热了吧？我也不喝。哎，不喝拉倒，不喝拉倒。小妮儿不喝酒也好啊。哎呀，
哎，我说大人了，别跟这个老东西一样，他不会说话吗？大妮的心思啊，在我爹我母的头了啊。这年历史不用说了，等过八年，咱把李双喜叫来，咱多少给他俩钱，把这门亲事给你退了，再找个有钱有势的，是叫上来了啊，马上去了。不管叫大妮你称心如意也就是了啊。短着吧，短着吧。哎，接住，接住，短着，接住。咱家人都高高兴兴的，你把这杯酒给我泼了，你这不是找事了吗？你，我看呐，今儿个这事儿啊。啊，都是你自己找的。大叔，我让酒又让错了。爹，那俺姐不愿意听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我非多说你行不成？小妮儿，别管他，叫他说。我非多说你行不成？那你说去吧。大的若是前四十，咱爹的傍晚进汤圆，把一杯好酒泼在地，好意思倒洒我的心。年迈之人呐、你说老子我哪一点对不起你啊？你给我说，你给我说，我的
说吧你。双眼
我还没说把这门亲事给他推了，他又是哭又是闹又是嘀咕，他拐弯抹角他骂老子啊！你看看你养的好闺女，你看看你养的好闺女，你可把我气死了你！哎呀，你这大年下的，你把咱那大妮气得哭哭啼啼的，你不心疼啊？我还心疼嘞！啊，那照你说的，那还是我谋利呀？你想说你有理？那不管咋说，那李双喜穷成那样，那就是不能跟他结亲。哦，那这说了半天，你还是犯你穷人呐？哎，犯穷人是我一辈子的脾气，也不是一半会儿的毛病。我呀，有个专门治穷人的办法，我这一治啊，保管那李双喜他就不穷了。啥？你有个治穷人的办法，一治他就不穷了？我这一治啊，保管那李双喜他就不穷了。耶，老两口子过了大半辈子了，我还不知道他有这个法子呢啊！只要你能把李双喜治得不穷，我何必要退亲呢？大年夜叫孩子哭哭啼啼，你看这说啥来着啊？不过，那你得多少舍点皮儿啊？啊？我还得舍点皮儿？那多少舍点皮儿？那走，走啊！你摊着这门穷亲戚了，有啥办法呢？哎，那说来小曲不要紧，可别要伤了我的肺经了啊！你伤不住你的肺经啊，伤不住我的肺经，伤不住。那好，那行吧。哎，那好，你听着啊，今儿个不是二十九了吗？是小金，明天就是大初一，家家户户把年过，咱那亲家母还在受委屈，但等明日清早起，你命家园送东西。啥？送东西啊？送啥东西啊？送猪羊，送鸡鱼，送点面，送点米，葱酒再算样样齐，条条淡淡给他娘俩送去。嗯，再送一个黑箱子。嗯，那里边装的是啥东西啊？那里边装的有你的衣，有我的衣，有皮的，有夹的，有面的，有单的，挑上几身给他娘俩送去。嘿嘿，你看看这又吃的又穿的，欢欢乐乐把这年过去，过把年走亲戚呀，你再命家园套吃去啊。那套吃干啥？去到城西婆庙里，把他娘俩接到咱家里。接到咱家干啥？咱不是还有个东跨院的吗？那闲着嘞，那里边空着没东西，收拾收拾，叫他娘俩搬进去。想的怪美气嘞。还有哩，啥？还有城西咱那两兄弟改改文书，给他娘俩做贴起。你看看这女婿也不穷，女儿也如意，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一门好亲戚？你看老头子咋样儿？咋样儿啊？耶！哎呀，我当时他有啥法子治穷人呢？就这呀，就这。嘿嘿，其实啊，你那个法子还没有我这个法子好嘞。你有啥办法啊？啊，你把我往外一哄，把李双喜搬进来，那这都没起来。那你说这样正合我的意，那么你就给我出去。啥？我就出去。你就给我出去。哈哈，老两口子过了大半辈子了，我还不知道他什么茶的呀，来活我的家业来了。
你啊，哪一回就是一大窝，这回啊我非得坏坏这个规矩不中，我非得打你一回不中。我要是不打你，那就是我的手烂，我要打了你，我看了将来恨不得能把我抓了不能。我今天要你算是打我打惯了啊，我还不是打你呢，你那耳巴子在我脸上晃了又晃。好了，今儿个这个亲戚咱顶到这儿来，咱们亲事非推不可，看看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。今儿个这亲啊，既然顶到这儿了，那这门亲事啊那就是不能推，看看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。看看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，看看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，看看是人当家还是我当家。爹给你当时我真怕你的不是啊，我说大年下来我不跟你一样啊，你当时我怕你的不是，你当时我怕你来来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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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何忙啊？是才你家员外他，这是不必再提，老人不让我老娘上。公子请，走不如回来之好啊。回来做甚？与他当面辩理。哎，事已至此，不辩也罢。我家员外虽然旗下美亲之意，可是我家大小姐并未依从。你我家大小姐本是青梅竹马，情深意重，如今纵然退亲，也应当面讲清，再做道理呀、这才是正理。快随老母出房取暖。我自有道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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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亲在明堂守，二宝有姑娘无比无比，三宝有好姻缘千里如云，四宝有夫唱夫随如飞，五宝有来相公千城万里，六宝有好姻缘顶天连，七宝有
Thank you.
不能把年过去，咱来不去不能睡，因此现在来到这厨房里，我给你好准备点过年的好东西，又烧香又磕头，你还冲着俺发脾气，你是俺一家之主当家的，
少为妻，我这里当面陪侍你。
你给我拿出来吧。拿出来啊。那好，你等着啊。哎，我找那酒杯了。跟着那厨房里闹了半天，老早爷在这儿呢，拿出来了，去传吧。哎，
你咋还不睡呀？我睡不着嘛。睡不着来这儿干啥的？俺找你有点事儿。有啥事儿明天再说吧。那明天就给耽搁了。那睡了咋办呢？睡了再起来嘛。这么冷的天还得起来。那你在屋里都知道冷，俺在外边站着就不冷吗？那你是进来不进来呀？看这来了俺能不进去呀？那好你等着啊。你走了正说的话嘞，贵州。算账。
多熟。那儿嘞？诺准儿里。那个准儿啊？又数诺准儿里。那个准儿上没有数啊？我那准儿数多。别胡说，怕说你是谁？问人姐去。爹，他是谁呀？你不是那个啊？嗯，快说你是谁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叫你去问人姐，你问人姐不都知道我是谁了？要来问我，你可真是抓了，真抓了。你真不认识我？谁认识你呀？我就是李双喜，恁那个穷姐夫，知道了吧？见笑了。见笑不见笑啊？这事俺早知道，你也别瞒我，你也别害臊。双喜的门，俺一找到，给。吓了一跳，一到我半夜没有睡觉。老家有人，快开大门，我要迎财神爹，我就不会破财。